Michael。Hello， 你好。打開籃球啊，自己。都有打咯，但係更中意睇，中意睇 NBA 咯。今日呢個球星係咪都係你飛？呢個係我其中一個最中意嘅球員之一，因為上年真係有追佢嘅球隊，有冇入到季後賽？但係 OK 嘅，就接再嚟，然後同埋遊戲入邊都會好中意用呢個角色，所以今日都好期待見到佢。轉頭會唔會同佢打翻個卡先？一定會，一定會，呢個一定會。完全冇諗過，因為可能疫情咧，咁所以好多球星都嚟唔到香港，咁但係呢一次佢嚟到，然後仲發現自己有機會見到佢嘅時候，超開心！即係琴晚嘅時候，瞓之前都係咁諗緊呢件事咯。咁有冇點樣同佢交談啊，或者影相啊？我估我會驚㗎啦，都會，但係會想同佢影相，因為我想睇下究竟佢高我幾多，有個 NBA 球星可以高我幾多。我覺得應該有兩個我，應該兩個頭三個頭啦，好高我見佢個設定都好似差唔多2米。有冇啲嘢俾佢簽名啊？我諗住俾件衫佢簽名啊，或者俾隻手佢啊，唔洗手噶啦，今晚就係今晚唔洗手。會啊，因為其實好細個就已經知佢呢個球星，但係近呢幾年再中意佢多啲。佢嘅花名 Spiderman， 即係 Spider， 我都好中意佢，因為我自己好中意蜘蛛俠，所以同時都好中意佢咯。造星完咗啦，咁你嚟緊有冇啲咩新動向咁啊？嚟緊會想攞翻多啲搶多啲時間去做翻啲音樂先，因為始終前嗰半年都一直忙於比賽，咁未必可以有好多時間做音樂。咁而家會想將啲之前儲好咗嘅歌去做翻出嚟先，俾翻大家聽。然後之後同埋會想快啲同樂樂同埋 Matching 佢哋做好我哋首歌先咯。係啦。係咩曲風或者咩類型咁先？一開始我估而家我手上嘅歌都會偏向比較容易入耳先咯，會想舒服啲咯，同大家拉近咗距離，再講多啲我想講嘅嘢，我係咁諗咯。係。會嘅，因為咁樣即係未，可能你今年20歲咧，就成日啲人都同我講話20歲到30歲呢個時間好長。咁然後今嗰日見翻佢哋之後，就心諗哇，咁就8個月。即時間過得好快，然後見到大家都開始為緊自己嘅理想而做到一啲嘢，踏出咗第一步嘅時候，好感觸。嗰日尤其是最後嗰下上台咯，就好感觸，就覺得時間原來過得咁快咯，可以係。暫時未有定奪，我都會想同我嘅本身音樂嘅夥伴去繼續做我哋嘅音樂，因為我覺得嗰個係最自由咯，嗰個係最自己。係。對我嚟講，只要唔影響我做音樂，我覺得就冇問題。所以就要睇下有冇人中意我啦，唔知。但係我唔抗拒咯，係只要可以做音樂，係我都會想試唔同嘅方向，即係可能節目又好，或者係 podcast 又好，或者係所有嘢咯，我都想去挑戰一下，做一個 artist 學下點樣去。會嘅，但係就要學下點樣面對粉絲啊！這個仲係有少少唔係好識啦，因為可能 rapper 本身個定位有少少唔同，所以就我覺得可以再學下點樣去同粉絲去相處咯。我學緊㗎啦，我平時嘅福利係腹肌咯，即係因為我係啲好少睇信息嘅人，然後所以佢哋覺得我。唔係，覆電話，覆信息，係啊。暫時未可以除衫住。要練下，要練。要再操下。係咯，要即係多啲同佢哋傾偈咯。發現自己成日都唔理人咁樣，即係有少出現咁樣咯。要啊，要補償下佢哋啦，真心要。係嘅，多咗機會俾我去出 show 嘅，咁亦都好唔同咯，同我以前嘅感覺，所以而家都學習緊，攞緊個平衡係點樣做到我想做嘅音樂，同時亦都係可以令聽眾聽得開心嘅音樂。我覺得呢個係我仲學習緊嘅一個點咯，係。暫時就未翻工住啦，呢排就可以未使翻工住咯，就
有翻啲收入，幾開心嘅，係幾開心嘅。唔係，要有嘅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